温柔，我给你带了点花。白明哥头痛晕倒了，医生现在还在给他急救。什么？晕倒了？白明哥，白明哥，白明哥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，白明哥？我没事儿，你看我这儿不好好的吗？太好了。医生说我就是最近太累了，有点贫血。那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我今天一整天在这陪着你，好吗？好。你这是脑瘤？这可能是遗传吧。我父亲也是因为这个病去世的，只是没想到我这么快。没事，你不用担心，现在的医疗手段都比较发达，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治疗。我知道，我对我自己的命看得很开的，我有心理准备，只是伯父托付给我让我照顾温柔，我还是不够放心他。我们会尽力的。最终他还是不属于我的，找个时间还给他吧。找我什么事儿？请离开天安，你这样的人给不了他幸福。他是我唯一想要娶的女人。你会一直爱他吗？白头到老不离不弃，你会吗？我当然会。你的意思是你要退出？我只希望天安能够幸福，要不然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